我的名字不用他这个小鬼跟你说，我叫穆婉清。哦，有道是水木清华，婉兮清扬，姓得好，这名字叫的也好，好过你这堆木头，名誉极坏。你说我名誉极坏，哎呀，无所谓啊，那我就做一个名誉极坏的段誉，好了吧？段大哥，我们快走吧，你还要帮我找闪电雕呢。 小贱人，看你这次还往哪里逃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？哼！上月初三，你来我们曼陀山庄刺杀我们家夫人，怎么？难道你忘了？哦，原来是李青罗那个贱人的奴才，都该死！段大哥，我们快走！段大哥，快走！钟姑娘。 穆姑娘她被人围攻，我们不能就这么走了。哎，你赶紧去帮帮她呀！我这点本事只能给她帮倒忙，她本事大得很，一定可以脱身的。哎呀，快！哎呀，她是为了救你才来的，我们不能就这么丢下她。我们如果就这么走了，那太不够意思了。你们走吧，别留在这给我添乱。哎，钟姑娘，要不你先走吧。如果不是穆姑娘舍身救我的话，我早就没命了。 在这么危难的时候，我绝不能离他而去，绝对不能这样，绝不能丢下他。哎呀，你这个呆子，你又不会武功，你在这儿只会给他添麻烦。走啊！快跟我走！我不能不顾穆姑娘的安危，你放开我！哎，放开我！哎呀，你快跟我走！我不走就让他留下，我顾不得你了，钟灵，快走！ 保重！啊！穆姑娘，穆姑娘！怎么？追！ 受伤了，你还是让我下马吧。你一个人更容易脱身。给我住口！不许多说。你干嘛生那么大气啊？我不说了，不说就是了。驾！穆姑娘，马背上如果少一个人的话。 黑玫瑰就能跳得更远，你快放我下去！要知道，我一放了你，那些婆娘就会杀了你的。哎，可至少你还活着。他们就在前面，快给我追！你快放我下去！抓紧了！啊！ 蒙面女娃子要死在我月老二手上，死在你们两个手上，不配！穆姑娘，穆姑娘，穆姑娘，你终于醒了！啊，谢天谢地！钱就大了。木姑娘，这个大恶人杀人不眨眼，有我在，我帮你挡住他，你快走。你不用拦着他了，凭我这点功力，是逃不出他手掌心的。算你有自知之明。我来问你，我徒弟小煞神孙三霸是不是你杀的？是。好，你承认了。 我要为我徒弟报仇呀！段誉，只要有我在，就不准你伤害穆姑娘。你不怕死吗？怕？那怕的话，你为这个臭丫头，你出什么头啊？我欠穆姑娘一条命，做人当然要恩怨分明了。欠债还钱，欠命就得还命。 好，这小子我喜欢。哎呀，等我想想啊，怎么办呢？段誉，你不用管我，埋害恶神，他会杀了你的。反正我今天已经死里逃生好几回了，就算这次真死了，我也不后悔。你给我跪下，跪下，磕头，求我收你做弟子。我呢，假装不答应，你再求我，我马上答应你啊！你这是在说些什么呀？ 他杀了我的弟子吗？你呢？来顶数，这一命换一命，你也没有吃亏，我呢也没有占你便宜啊！我真搞不懂你这怪人到底算的是什么账？这，你快跪下磕头！你磕了头拜了师，我就答应放了他。段誉，你不能答应，不能！闭嘴，臭丫头！啊，我听说你常年戴着个面纱，不许任何人瞧你面貌。 如果谁瞧见了，你若不杀，就嫁给他，是不是？是又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坏规矩是谁立的呀？这是我在师父面前立下的毒誓，若非如此，师父就不传我武艺。你这狗屁师傅！你看这狗屁规矩，破规矩！我敬重你是前辈，你却毫不自重，出言侮辱我师父。哼，我这不是，算你有道理。 我今天非要瞧瞧你容貌，如果你美若天仙的话，我娶你！呀，你赶快摘下来让我瞧瞧！我宁愿死。 不杀你们，我就别想死！段誉，你是这个世上第一个看到我容貌的男子，我这一生就许给了你，你千万不可以负我。有没有搞错呀？是我娶你呀？怎么变成是他娶你呀？段誉才是这世上第一个看到我容貌的男子，我不杀他。 我要嫁给他！啊！哎，你听清楚了，她现在是我老婆了。有没有搞错啊？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！她是我老婆，怎么变成你老婆了？啊！哎呀，来了，催这么紧！你们两个先待在这儿啊，等我回来了再进去啊！哎。 幸亏刚才穆姑娘你急中生智，把这个大恶人给骗过去了。我立过毒誓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丈夫了。这可是情急之下的权宜之计呀、啊，你怎么当真了？你是不是嫌弃我？穆姑娘，你心地善良，长得也漂亮，武功又好，简直可以说是才貌双全。就是脾气稍微坏了一点儿。就因为我脾气坏，所以你就不要我？哎，不是，穆姑娘，你误会我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要不要娶你，跟你脾气的好坏，并没有绝对的关系。哎，该怎么说呢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就别说了。我师父早就警告过我，天下的男人都是负心汉。我真没有错。我现在就一箭射死你，然后我再从悬崖跳下去。穆姑娘，穆姑娘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穆姑娘，我只是担心你涉世未深，还没有看清楚，一时冲动就轻易地断送了自己的幸福。我喜欢你，我愿意嫁给你。你现在已经受伤了，只怕没有捡到司空玄，你身体就已经坚持不住了。啊！段郎，如果你死了，我也不会独活，我们到阴曹地府再结夫妻。婉妹，我没事，千万别说丧气话。老子来了，你还没白吃，老子放心不下。 哎，你们两个怎么了？玉兰儿，段郎中了司空玄的断肠散，你快去跟他要解药。奶奶的司空玄，敢害我徒弟！走，咱们找他去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做你徒弟了？啊，对呀，你还不是我徒弟，老子为什么要救你啊？哎，你这样，你跪下来，磕头拜师，老子带你去拿解药。来，我是不会跟你磕头的。 也绝对不会拜你这恶人为师，更不需要让你帮我去拿解药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段郎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婉妹，我怎么能够拜四大恶人之一的南海恶神为师呢？能在临死前和你在一起，段誉我死而无憾。段郎，你不拜我为师，我就将你们两个咔嚓！那你就动手吧。你要是真的能成全我们，让我们两个人死在一起的话。 那也算你大恶人做了一件好事。哦，你们两个想死在一起是不是？我岳老二没那么蠢。7天内你不会有事，但你在这里想清楚了，然后到那个山峰去，求我收你为徒。如果你不来，我就将你老婆咔嚓完了之后扔到山上喂野狼。